心自分完啊，渐入虚空啊，直言阿含不动，其心尚淡薄，适宜心柔软啊，合掌恭敬呢。咱的心情是不是有安尼呢？咱的心啊，回归在咱的本源，而且呢，暂入虚空，真正的清净啦、啊，一点啊都无染着，开阔啊，亲像虚空同款。咱人人哪会当好好用心嘛？其实咱的心地呢，是这呢才开阔啊，是这呢才浩瀚呐。那清净无染，这就是咱人人心灵的本性啦、啊。就是凡夫啊，时时唔知有偌呢只做的代志啊。都隆重甲伊，咱挖来伫心里呐。问伊讲，你的心到底咧想啥嘿？啊，真多真多啊，讲袂完啊，理袂清啊，真多，讲袂完，理袂清，到底呢是啥物物件呢？啊，无法度好形容啊。感恩呀，心遐尼正多，啊，讲袂完，理袂清，有遐多的物件心，既然提袂出来，讲袂出来，那就是真虚无的物件。所以啊，本来心地是遮尼正清净，遮尼正空阔，那遮尼正浩瀚无边。确实呢，凡夫啊，家己呢惹来了真多的尘埃，无限量的烦恼，那从咱的心来，其实佛陀啊，爱要来教育咱，就是要予咱知影，其实啊，心啊是真无一物啊。要讲伊个境界啊，哇，真正哩开阔浩瀚呐！这是啊，佛啊，伊要予咱了解，所以呢，用真多个譬如，甚至呢，用人间法啊，回归佛法，将佛法呢，入人间法啊，会当。在人间中啊，无受污染，这就是心的清净法。虽然人间有这么多啊，人那事啊，不然天下呢会复杂啊。确实呢，对啊，菩萨的心地一点啊都无污染。确实，在凡夫呢，在这个复杂的人群中，确实呢，满心烦恼，这种的习气啊，这就是众生，所以受苦，所以呢，六道轮回不休，所以佛陀啊，都跟咱讲，哎呀，你有一片清净的心地。佛陀的本怀，就是要让大家人呢明心见性。希望一讲落去，大家人拢听会明，会当了解，这是佛陀的本怀，这个真实法。但是众生无法度啊，所以呢，堪定满道啊，啊，同意社会啊，安尼呢，讲真多。来引诱吼，都是呢，要予咱回归，回归呢，咱的心地是寂然安不动，本性呢，本来就是寂然呐。
安而不动啊，其心上淡薄，这心哪会当淡薄啊？无欲啊，那就无烦恼。人心就是有欲，所以才会有烦恼啊。心地啊，才会真复杂。所以讲来，嘛无困难啊。咱一直伫咧讲佛陀，开始伫咧讲《法华经》啊，说中道，这个灵山会啊。哇！你这多人安尼真踊跃来呀！看，大家人到夜时坐落来呀，等啊，前前后后的人来，恭敬作礼啊！那佛陀呢讲经啊，一定呢是要四大教说大法啊，所以大家人。真欢喜，伫这个境界里呐，空中的五花，那地呢，六种摇动啊，因的解释，迄当阵的心境，那就是色意心柔软，一点啊都无惊慌哦。而且呢，大家人拢真欢喜，甚至呢，真恭敬啊。合掌恭敬礼，哦，那想到这个境界啊，真正是真向往呢。心会当安尼，这么正回归咱的本源呐、啊，清净的本性，这种湛若虚空啊，寂然安不动啊，其心相淡薄。色意心柔软，合掌恭敬礼。各位，这种恭敬的心，开化色意柔软的心境，是偌呢正安然自在呀、啊！咱人间啊，时时呢都是心不安定啊，烦恼起伏啊，但这种凡夫心。苦不堪嘛，在菩萨心灵的境界，那就不是安尼咯。所以在迄个中间，佛陀讲经完啦，开始呢立定啦，大家人的这个心啊，嘛是对着这样子安定。这个中间，你是会中比丘比丘尼。有婆媳，有婆姨，天龙夜叉，乾达婆恶修罗，伽流罗金那罗摩诃罗伽，人非人，各有何？及诸消王转轮圣王，是诸大众得彼亲友。欢喜啦吼，合掌啊，一心观佛，这个境界，佛陀伊呢讲经了后，讲了无量义经立定了后，迄个时阵，该看迄个花场哇，大家人定落来的时啦，来描写这个花场。这个会场到底有偌多人啊？我该看几种的类呢？哦，有啊，会中有比丘，阁有比丘尼。看，在迄个中间啊，是干那出家呢？迄、那个会场都非常的盛况啊，阁有菩萨八万人啊。大家人也会记哩吼，那除了比丘、比丘尼，有菩萨、有婆夷，有的人出家的菩萨，有的未出家的菩萨，所以呢，佛的弟子啊，就分成了四种：比丘、比丘尼、有菩萨、有婆夷，在人间呐、啊，
就分为四种，所以这个所在无漂菩萨，是因为呢，菩萨有的出家，有的呢也无出家，但是呢，以发菩萨心啊，立大行啊，大根大基啊，那这都是拢叫做菩萨。伊有百万人啊，真多了吼，那搁有天龙。亚车天达婆阿修罗，那伽流罗、金那罗、摩诃罗伽，这呢，这个道场内底啊，有人、非人，人就是人间的人啊，非人呢，就是都只念过去呢，这个天龙八部众吼，那这就是非人。那再来呢，即及诸消王、转轮圣王、是诸大众得未净，伊话伫即个场合的内底啦。那都是不管是人，亦非人呐，都是呢欢喜合掌啊，安尼呢一心观佛，会当想。在这道场多年这么清清啊，境界呢会水啊，在灵鹫山这么这么盛大的会众集在一起，共同一心，那种呢同心啊合一啊，就是呢来看佛，用最虔诚恭敬的心，大家人合掌啊，目不转睛啊，安尼呢，仰视着佛陀迄个随像啊，比丘比丘尼，又菩萨又菩提，这拢总是佛弟子中啊最虔诚啊，学佛者分出四类吼，再来吼。在天中啊，哎呀，亚车将，那就是即即鬼吼。咱定来讲好，那亚车咧，那会这么歹？是啊，亚车啊，就是伫四天王天所属的神将。看看世间人啊，的善恶啊。那因缘果报啊，人间啊，过去的善，那就是好人；过去的恶啊，现在呢，伫咧享受啊。这种的人啊，嘛是算恶的人哦。虽然伊伫咧享受都无有一点啊善好讲，但是只要呢，伊的业尽呐。或者是缘尽啊，业相现前啊，一点啊都无留情哦，吼，这呢就是亚车啦，真紧，所以叫做即即鬼吼，真紧都到位。在四天王天所管辖的人群中啊，都有亚车，所以呢，咱还是啊，要有因缘果报观啊，几条三寸有神奇啊，唔通讲哦，我伫咧想的无人知，我伫咧讲的啊，无其他的人听到。这种的人我是非的宣布，这呢一笔一笔都记载落来，不管是什么款的神，总是呢在咧记录啊，
咱人间所做的善恶。所以啊，人世间啊，不管是要讲话，不管要做代志，或者是起心动念，这呢，咱拢爱真谨慎哦。对啊，佛经的内底啊，都会标出了这个天八部众吼，八部众呢，都是伫咧监视人间，人间啊，会安慰啊，咱除了人人爱家己呢做福业啦。所以常常说众生共业，我们在做啊，这良心八宝呢在记啊，所以我们要时时用感恩心啊，恭敬心啊。过去我们不是说要敬天爱地，我们若会敬天爱地啦，我们对这个因果观啊真谨慎哦，咱的行为都会真谨慎哦。那安尼呢，这天良啊，都成为佛法哦。在诸小王，就是一国之王，在印度迄个时代，一个城就是一个王啊。为城无偌大，但是他也是称王，所以称为萧王哦，诸萧王有真多。再来呢，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呢有四种啦吼。那这拢总是因为有福德果报，看伊什么福，得什么款的果报啊？有金轮王、银轮王、铜轮王、铁轮王，四种的轮王。轮就是亲像链啊，同款呐，它会当转吼，这个转这个轮呐，统四天下吼，这有金、银、铜、铁的分别啦。亲像在朱小王甲转轮王吼，其实伊是毋是一定都是佛教徒呢？无一定，不过呢，伊还是有福，所以会当。来到这个会中啦，那定义呢？在这个会啊，是佛法，或者是呢结缘众吼，就是这个圣会，伊也参加的来的吼。所以讲，因报施行有这种的福音、福缘吼，那就有文化之缘，所以啊，为专。论圣王得因佛力来参与法会，就是有这个因跟缘呐，所以伊来参加这个法会哩吼，以助大众探秘情友，因为呢，大家人拢伫这个法会面顶啊，所以呢，拢总合起来，这个大众就是专会的大众，怎样？这是一个随想吼，探秘情友。不管呢，是人间啊，或者是天啊，或者是非人啊，所有呢，诶，空界、地界啊，十方世界，拢总呢，一直莅临这个会场呢，这实在是吼，过去真少有诶啊，所以呢，大众叹未尽，又真欢喜，哪会有这种诶随想啊？真呢，就是因为佛。入三昧啊，所以呢，会当当献出了这呢真多呢，所以大家人欢喜一心观佛啦吼。佛乃是宇宙的大觉者，伊的精神啊，伊呢爱的力量啊，本来呢就是已经呢涵盖了在宇宙间的十方的世界。本来伊就要通演伊的心怀来讲大法，
只是呢，迄个时阵呐，众生无有恳切的感应，未晓要来求佛说大法啦。大家人拢也过是呢，在迷茫中啊。那所以佛陀呢，真辛苦，四十几年的时间，哎，因缘善诱啊，所以浪费了这样呢，真久的时间。现在呢，那已经开始了哈。所以过去无迄个因缘，咱人未晓要恳切，要追求啦，所以无这个感应哈，都无迄个说法的因啦。那现在今智慧自大将啊，见种种随相呢，不可思议。现在看到这个随相，真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自心敬仰，大家人从内心呢，起着一份恭敬、尊重、叹礼情有的心哦。所以大家人会晓呢，要祈求、恳求佛陀会当说法。从无量义经啊，过了后呢，这个境界呢是什么因缘来？所以大家人的心有疑问呐，啊，嘛是真祈求啦，佛陀呢会当为大家人解说这种的随相。这佛讲无量义经了后，这个随相真奥妙啊，所以大家会起到这份的追求啊。恳切的心，听法啊，都要有追求，有恳切啊，迄个法呢，才会当入心。佛陀呢，为着要讲大法啊，所以现这种的随相，引起人人呢恳切的心。所以大家人，哎，这个境界，好好用心去体会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。